透过艺术家的画作，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同时体悟环保的重要性，还有超现实的水陆结合，将生活中的片段藏在画中，引发观众共鸣。2024 Art Future 艺术未来博览会和视觉艺术协会合作，以斗阵为展览主题，集结90多个展间作品，让观者一次看到丰富多元的展品。今天我们带来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大地系列，然后一个是海洋系列。然后大地系列它其实是用台湾原生种的植物，你也看到它的枝干，然后还有原生种的植物的树去搭配而形成。然后海洋系列的部分，它其实是用石头，但是石头它拟人化之后，那我们知道人的装扮有很多，然后它就用海洋生物去装扮成一个人物的装扮。但是这两个系列它其实都在讲那个生态的部分，然后还有环保的部分。然后他的作品其实细致度蛮高，然后也传达出很多有趣童真的乐趣。陈一博的作品，他其实他是一个想象说，整个世界是充满着水的世界，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作品里面其实会看到有陆地的生物，但是也同时存在海洋的生物，因为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但是他这样是以一个比较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去创作他的作品，然后会呈现更多的乐趣。然后当然里面有一些不少他的个人元素，像他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像这件里面，他这边有一个我们常常看到的珍珠奶茶，然后他用珍珠奶茶用布这个方式去传达，其实就人类现在文明其实常常有的一些文化。然后比如说像那件有我们的肉形石，然后还有比如像枕头，然后枕头上面其实也画满了肉形石，其实枕头就是也是对人类的一个等于是他自我表达的其中一个部分。然后更有乐趣，其实有时候你会看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小乐趣，比如说一个小的内裤，其实他其实就是一个男生，然后他觉得说他自己就好像徜徉在这个世界，然后用内裤去代表自己出现在每个不同的时间点这样子。展览集结新锐艺术家，用先驱的创作带领观者探索当代艺术的多元可能。我的画作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我的梦境，然后这个小熊就是我的一个主角。这幅画是我毕业展的一个作品，然后是在讲述两只鲸鱼的故事，然后这两个鲸鱼是这个小熊的玩伴，我想要把它呈现出来，就是一个短暂的回忆。我的作品叫做《海洋叙事的另一种姿态》，对，然后因为我本身是澎湖人，所以我的作品都是取自这个澎湖的这些沉船上面的图像，去进行这个 3D 扫描，去进行制作，去重现过去曾经在澎湖发生海战，还是在澎湖这个地方有一些黑水沟曾经遇过很多船难事件。那这些在澎湖已经发生了至少了300多起的沉船事件，那我将这样子的一个澎湖的沉船的一个元素呢，去转化为我创作的一个思考的面向。那我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观众带领观众去进入到澎湖的水下空间，让大家对澎湖的过往还有一些水下历史能够多多的去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我的作品是在建构一个比较反常的空间，去描写动态的生活残像。那其实这三件作品是我延续去年在意大利个展的系列作品。那我放大的去处理画面，那原本我的画面中的笔触线条结构，他们一开始只是单纯的笔触线条结构，然后渐渐的他们团聚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像是浮动的团块，然后它就是似乎暗示着某种事件，混乱事件正在发生中，然后也暗示着某种活动的迹象。我从室内空间、建筑、城市去拆解结构一些图像，然后我试图在我的作品中探索空间之间的关系，我让不同的空间处理存在于同一个作品之中。
来自日韩台中港马月印星泰共400位新锐艺术家最新作品，其中来自印尼、泰国、越南约40位艺术家均在台湾第一次展出，也为东亚艺术家相互交流展开序幕。今年加上我们四盟的艺术家，所以我们总共大概有400位以上的一个艺术家参展，也是艺术未来这个历年来规模最盛大的一次。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所有的艺术家所有的画廊都能够在这个交流舞台上能够得到他们最好的一个所谓一个交流的成果。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个当代艺年展，在我学生时期的时候参加这个当代艺年展，然后才开始了我的艺术家职涯，就开始跟画廊的合作。那其实大家这次在现场看到的很多现在台湾中间辈的艺术家，他们其实也是他们有非常多人也是在20多年前或者是这段时间里头，在艺年展的时候被画廊看到，开始他们的合作。那艺术家从作品有销售开始，其实就开始了他们的艺术职涯，就已经不再只是兴趣了。那我们真的很开心这次可以结合艺术未来的贵宾观众以及收藏家以及艺年展的观众群，然后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一次看见这么多的艺术家，看见台湾艺术家不同的风貌。那所以说这个方娟理事长在去年在找我谈这个疫后振兴的时候，他大胆提出说，过去的世盟的这个展览所谓的艺术家的博览会这次首次是想要跟这个画廊这个能够整合。那我还特别这个提醒说，这是一个蛮巨大的挑战，不过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是对台湾整体我们视觉艺术的市场是一个往前的一步。所以我在这里首先要谢谢两位，希望能够透过这3天的展会能够让这一步走得成功。那我想这个对台湾整体强调这个人人可以有展览的艺术评选的世盟，跟我们事实上要让整个视觉艺术产业跟市场更扩大来讲，这是大家共同需要的一步。参展作品限定2年内新作，从艺术未来启示之后，将在韩国首尔、泰国、日本、马来西亚接力交流展出，提供多元跨国际的艺术交流空间。记者温俊台北报道。